你化成这样子，一定有一些表演。后面还有好像有王朝马汉，你看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是不是真要来演一下呢？对，他们接下来带来这个非常符合现在这个青天的标志。OK 哦。哦。这叫做包青天。别动！好厉害！你刚刚翻最多圈的是谁？哇，那个第，我们请谁最会来表演一套拳给大家看？哦，打拳，来打拳，第一趟拳，我们来给他做一个侧翻内转，而且他跳好高，然后预备踢下去，来试一试哦。掌声鼓励！不要动哦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你看他刚刚眼神，瞬间。看得到吗？还是看不到一套？看得到。有没有？他刚刚原本是小朋友，这样很可爱。只要一上表演的时候，绝对就是全副武装的，杀气的出来。对，杀气很重。杀气腾腾。输狼无数丁。华将。黄飞鸿。不是，我刚看到有一个打最后一个，最后那一个是谁？就摔在旁边那个。对对对，那个跳起来，然后又往旁边摔在地上，刚最后一个这个时候，大声说出一下你的名字。我叫邱清记。你要不要再表演一次给我们看好不好？你是邱清记啊，那么厉害。等一下，你看他，雄赳赳气昂昂，怎么推都推不下。他们后摆咱台湾的顶头拢是乌人的囡啊，应该是对啦。哦，这顶台不哩好用。这里，好，你看来考一顶好啊。